再来看台高线苏花公路116.8公里的所在，昨暗有一台轿车落落去50公尺高的山脚，车顶是有四个人受伤哦，加在无严重。公路局表示讲，从二到南二路段，伫暗时是有管制哦，禁止出入。这台车可能是趁管制人员去变速，无注意偷开闸门驶出去，伤者是刑罚25万。用手啊吊碳架，将半路边布边将一个一个救起来。宜兰苏花公路116.8公里的所在，离了暗8:40，台电警员同步。伫后视镜看到一台轿车下路边布，消防人员协助了后，赶去现场救援。啊，发现那个民众滑落边坡约40-50公尺，那本局利用救助器材车、绳索、滑架，将市民众。顺利的救出。车下落大约50公尺深的坪坡，车顶有四名女性，好在在消防人员到场，还可以当听到受伤的人喊叫声音。获救了后，只受到轻伤，被救护车载去病院。也不过，事发地点因为信号崩坑放弃游玩的抢修，属于公路局管制路段。暗时7点了后，都无开放通行，这台车安怎禁止引起质疑？公路局表示，这台车亲像是趁南澳管制人员去变速的时，家己拍开闸门弄入去。据了解，是因为我们的警卫刚好在上厕所，那民众他擅自去打开闸门自己进去。也无半路刷步的民众指出，是管制门无关才会开车进入。伫管制时段弄入去，敢是有相关法则？公路局表示，专案也爱调查。也毋过，以防再犯，限制弄管制路段会当罚5万以上25万以下罚款。未来也会伫管制哨增派一名保全，避免阁发生类似事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